天空撑起一把黑色的大伞，湄公河漆黑的河面在青睐城市的夜晚静静划过。大众跟随海涛法师圆满了一天的参访行程后，在河岸边餐厅借地起建慈悲施食。先以招请香招请十方孤魂众等前来接受每位佳肴的五折供养。我今周请此餐厅内外，此餐厅内外所吃所杀，所吃所杀，动物亡魂，动物亡魂来临法会，来临法会。我今招请，我今招请参加人等，参加人等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往生眷属，往生眷属堕胎胎儿，堕胎胎儿冤亲债主。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一切动物，一切动物附着身上，附着身上造成病苦，造成病苦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来临法会，来临法会同享无边功德。并为从刀口下抢救出来的水族三皈依后放回河中。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永不堕地狱。皈依佛，永不堕地狱。皈依法，永不堕恶鬼。皈依法，永不堕恶鬼。皈依僧，永不堕畜生。皈依僧，永不堕畜生。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佛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愿断一切恶。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修一切善，四度一切，四度一切众生，放生功德，放生功德，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六道有情，六道有情，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同享功德，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来，南众帮忙，先把这些物面啊、先放到他们自由的河里面。随后以药师烟供，令生病往生者脱离身体病苦，以及被杀众生身体恢复，苦难众生永离三途苦。灯在对岸闪烁，隔岸的这一边一样的灯火通明，却是两样心情。海涛法师带领大家点燃投射着慈悲心的灯烛，愿孤苦无依的众生循着这温暖的灯光去除内心的无明。金刚铃响着解脱的妙音，金幡挥动扬起慈悲的风，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慈悲无遮施食法会，愿一切被杀被吃的往生动物海鲜水产得因此慈悲甘露，身心离苦，一切恶趣众生皆得饱满，业障消除，升天生净土。一朵层层开附着古朴馨香的玫瑰，盛放在泰国国境之北。清迈是泰国史上第一个独立国，兰纳泰王朝的首都，也是宗教文化及贸易中心，因此保有许多文化遗产，又有泰北玫瑰的美名。清迈古城已有700多年历史，保留了大小不一的佛寺佛塔，或者灿耀着辉煌，或者已随时光斑驳。
这些历经时代风雨的信仰殿堂，自然地融入城内的现代生活，彼此共同生息。不仅有艺术建筑宝殿之名，更是清迈人民礼佛文法的生活重心。清迈古城是以红砖建筑所砌成的四方空间，城墙建于兰纳王朝初期，当时的人们就用造护城河时挖出的泥土修建城墙。如今城墙堡垒都已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人声杂沓的古城内，名胜古迹遍布，寺宇宝塔林立。护城河中水清鱼游，鸽群在脚边盘旋不去。在清迈的佛寺或公园内，创建居民、学生结伴同游，手中拿着饲料喂鱼喂鸟。小猫小狗不受打扰的自由躺卧在佛寺的静谧中，阳光下的佛塔阴影里有他们最喜爱的祥和。古城悠然的脚步里弥漫着共生的和谐与喜悦。清迈城中密布着寺宇，除了早晚清静的佛法音声缭绕，香灯不绝，更提供许多生命一处祥和的生活空间。树梢草地是鸟禽安居的乐园，寺庙空地则是猫狗自由走踏的家园。居临水畔的寺院开放河岸成为放生池，除了救鱼，也提供付费饲料，让来访者自由喂食水族。梅滨河位于清迈市区以东，为昭毗耶河的支流之一，也是清迈最重要的水道。河岸旁一座拥有600年历史的寺庙采梦公寺，中文译为幸运寺，朝暮响着梵音，是当地居民礼佛共僧、积累福田资粮的信仰中心。是清迈之行，带领大众来到幸运寺，边供施食和救护水族结牛。如能不闻三宝，不知皈依，所以轮回三游，堕出生生。我今为汝授予三规法，如今谛听诸佛之等。大家一起念，所有有情，所有有情，海鲜水产众生，海鲜水产众生，虚空众生，虚空众生，陆地众生，陆地众生，男女孤魂众，男女孤魂众，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同享放生吃食诸功德，同享放生吃食诸功德，皈依佛。
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一日尊，皈依僧，众中尊，众中尊，皈依佛，皈依佛，不堕地狱，不堕地狱，皈依法，皈依法，不堕恶鬼，不堕恶鬼，皈依僧，皈依僧，不堕畜生，不堕畜生，愿三宝加持，愿三宝加持，慈悲护念，慈悲护念，一切轮回有情，一切轮回有情，同为三宝弟子，同为三宝弟子，皈依佛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皈依僧境，皈依佛境，皈依佛境，永不皈依，永不皈依，天魔外道，天魔外道，皈依法境，皈依法境，永不皈依，永不皈依，外道典籍，外道典籍，皈依僧境，皈依僧境，永不皈依，永不皈依，外道邪师，外道邪师，愿发菩提心，愿发菩提心，保护众生，保护众生，红尘佛道，红尘佛道。男女孤魂发愿往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动物亡魂，动物亡魂，堕胎胎儿，堕胎胎儿，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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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寺庙可以替我们放牛，而且农业部会代替你去养啊。湄滨河岸群鸟飞翔，放回水中的生命也自由地悠游，得到救护的生命是幸运的，他们从即将面对的惨痛杀戮中得以逃脱，并拥有重生的机会和喜悦，这是每个生命在自己面临危难时最基本的期盼。十只牛的命哦，随喜随喜，实践和随喜救护生命的人更是幸运的，他们不仅得到布施的福报，更因为善心善行的反作用力而消灾免难，福德长存。除了弘法供养三宝救护生命，上供下施更是海外慈悲之旅每天的必修功课。借由一场场为利益众生而起建的施食法会，供养所有圣众，也布施所有六道众生。在供养圣众及对其他众生布施时，积极了极大善因，直接果报是令我们今生及未来生不致贫乏，这包括了金钱、食物及药物种种方面的贫乏不足，并且由于布施对象包含病魔及很多其他魔类，因此能除一切障碍及病患。皎洁月光辉光遍洒人间，一盏烛光照亮了法界，一切众生都得身心清净光明。佛陀在五浊恶世点亮了光明的契机，这份明朗正映照在每个人的心上。愿我们所做一切功德都能够回向法界众生、世界各地、六道有情。所以慈悲就是供养佛，所以我们放生救命就在救佛陀的儿子，满诸佛菩萨的悲愿，所以这才是让诸佛欢喜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来到最后来到此地，那么做一个圆满的回向，所以碰到一个就像圆满的月亮一般，所以希望大家的心永远像圆满的月亮。像佛教里面讲的大悲心、菩提心就是圆满的月亮，所以没有欲望，没有嗔恨，没有嫉妒，无所求。所以这个世间
不要在这个世间找快乐，这个世间找快乐必定痛苦。这个世间是我们慈悲奉献付出的地方，站在解脱道，世间是苦啊穷啊，所以赶快出家解脱生死。站在菩萨道，世间是一个种福田慈悲付出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有福报，有威德，有智慧，有慈悲，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就像你拥有最好的工具啊，拥有最好的车子一般啊，这些都是为了付出的，这个就是大乘佛教。所以我们这几天来，大家累积了很多的资粮啊，供养三宝，拜佛像，供养出家人，时时放生。就像刚刚我们大家又去买啊，如果不去买好像不够啊，所以也是大回向圆满，越多越好，千万不要觉得浪费，这是一种恭敬，一种信心，对佛的教法的信心，把食物布施给众生，除了真实的布施，又化为烟供的布施啊，双道保证。所以我们最后大家一起回向个人的历代祖先、七世父母、冤亲债主，更要回向所有被堕胎胎儿，所有动物道。愿以种种殊胜功德回向习除天然灾祸，如风暴、旱灾、水灾或极易等灾祸，佛法上的修持顺利无碍。现在我们要火化牌位，首先要烧消灾的，消灾的烧完再来烧往生的。当所有往生牌位化入空性，得享功德，同生净土，无有业障。一佛吉祥啊！吉祥啊！吉祥！慈悲之旅行程适逢泰国九皇斋节，团员得知晚上12点将有共僧盛会，踊跃发心准备40供养植福田，亲近供养三宝，当下远离烦恼，除心束缚，得清净心。也因此生生世世与三宝皆亲近善缘，功德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就是要弘法利生，弘扬正法，利益众生。生命电视台秉持佛陀弘法利生的原则而不断地在运转，透过各种的管道，包括卫星、电脑，不断地在推动保护生命、弘扬佛法的工作。所以希望各位一定要护持生命电视台，加入生命电视台的护台功德组，每年10000元台币或每个月1000块，不断的来护持，不断的来推动佛法。感恩各位，阿弥陀佛。护持生命电视台，成就一切诸善法，弘扬佛陀般若智。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
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这些我们那么落着那地方，像个牛啊，那是我吃什么马平，吃什么马平。他们老觉得得到了支撑，一个落蛋的有人你想到落这个这个就用这个手法过足了，得到了支撑给你，他是把稍微切的，他把多有小鬼拍了的时候都给你不用，都没什么支撑那么大的用的你呢，用的你那边就是你叫我身上去吧，这把支撑就通过他们就越来越多的话是一把当，跟这支撑下面你把他们就打破世界了，是这支撑那支撑的东西没人把世界所平庸的话当地面那都也记得住我们我把我算把我算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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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agai Jala San Bara San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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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Jada Sato Bema Bebe Keta Bunda Dara Dara Samina Ava Loi Kede Om Bezo Om Amagai Jala San Bara San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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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Jada Sato Bema Bebe Keta Bunda Dara Dara Samina Ava Loi Kede Om Bezo Om Amagai Jala San Bara San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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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Jada Sato Bema Bebe Gata Buddha Dara Dara Samina Avalo Gata Vambe So Om Amagai Jala San Bara San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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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a Jada Sato Bema Bebe Gata Buddha Dara Dara Samina Avalo Gata Vambe So黎明你去三周生的上辈三周生的结巴结巴切你林生切林生你林生切林生别三步我们打发了地面狼地方的地方了有狼地方的地方呢嘎巴忙都错着错着帮这边上边碰上的松了出城街爬肉的时候用子走过这边我们那一句就走这边出城就没见出城那么的大大的弄些没别出城街
지금 바로 선수 다소 심지 성지제 주라 최선제 본부 채널 용도도 봐야죠 이만 봐서 좀 자활해 동화 집바서 집바성 제 성인도 봐야죠 박바지바 최선제 바와사 제바리죠 이만 보면 제바 넘버 2 제바라 제바리죠 탑배정제 제바리죠 성바리죠 채널 성바리죠 这种结果我现在用多多我就哎这样把人把不怕把人都接下来说不用的就还是用吧一把不明那么多的嗯其实我们中间的下来就不搞事嗯然后一直到这边你们邻里什么那么讲 十七十三节，还有的浙江，因为中间讲两万那讲，一七零一，嗯，那是一七零一，那年是七八十，平五八的没把上去，第二讲到农民多了，刚去干把三斤，没吃把，叫把十万万工出这边，嗯，刚去当局长的就不是。 啊，这些地方，搞过来，嗯，就不听，你听说那啥话，就送嘛，别那地方送那，嗯，怕把送去，怎么打了？嗯，对吧？也不就是，菜园人不懂么送啊，来讲，他当场就这嘛，嗯，他说他不干，你等于你给多少拿给，送啊，凭记性。 这样三种就甚至，什么多嘛呢？譬如南北差的，这种没的，这种没的，如果上街去，恐怕特别就热了。嗯，七八大里的，告诉说他多几十块，老板啊，嗯，那么就，那么就是什么当这个，嗯，娘子浪费钱的，人家家的苦的，嗯。 这什么模样？没在，就是没讲过，他家进步，出个我都不管事吧。因为，干嘛工作的，他们给我这种东西，嗯，也没什么空手拉手的经济，嗯，感觉就，那谁帮你话，因为别那个给了他吧，啊，上去，嗯，进步没完的。 别的女人做，有时候我们的也放心的管你，不管你不知道，反正一个男的把这把有时候做的，做完之后，我来做，叫他过去，你做好的，你让我就把用多做的，就只能就把这没用，大的没用就没就把你说。 舒适好主意。